懂，因为从第一部影片直到现在，发现其实素材跟画质还有剪片技术也越来越好，然后阿弟跟弟妹变得越来越有自信，我觉得超开心的，可以成为你们的粉丝是我的荣幸。台北多好多人，多蛮多的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场地也蛮大的。是三顿哦，好，等一下，哇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次的跟着阿弟这边是很多英文，是我们有一个影片系列叫做十个常用的英文句子。嗯，没错。那这个系列其实对我跟弟妹来说都是很重要的。很喜欢你们的影片，然后每次看完你们的影片，我都觉得受益良多。然后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加油。Thank you, Ray, for every video you have done to us. I appreciate it, and it really teaches a lot about English. And while it's educational, it's also entertaining. 很感谢就是阿弟跟弟妹，然后就是这么的推广就是英语教育这一块，让很多人就是从可能不喜欢英文到开始慢慢的喜欢上英文。那很希望阿弟跟弟妹未来可以继续的加油，然后小弟们永远都会支持你们的。阿弟弟妹，我叫车车，我是你们小弟忠实粉丝，然后很谢谢你们就是出了很多有关多益的就是一些影集，然后帮助我的多益真的提升了很多，以后会继续支持你们的。感谢阿弟跟弟妹能在我生日这一天办这场签书会，让我永生难忘。希望你们订阅率可以突破200万，然后我会永远支持你们的。I always on your side， 耶、yeah! ！